就说你觉得认为他有，他就有；你觉得那就是老师就是糊弄一下就完了啊，那就是糊弄一下完了。在你认为他就是糊弄，他就是糊弄的，那有什么呢？这个世界那么多东西都在糊弄你，老师也有那些能量就是糊弄你的。那你认为他有，他有老师的全部祝福，他有老师的全部的爱心，他有老师的全部功德回向，他有老师的能量加持，那就有了，都有。你觉得它能起啥作用，就起啥作用。明天你洗碗的时候，觉得哎呀，老师这个能量洗碗洗得净，它就洗碗洗得净。我告诉你，甚至说明天老师能量冲马桶没问题啊，是吧？冲马桶也干净哦，是不是？打扫卫生嘛，是吧？在于你内心怎么想，所有的东西都是，所有的东西不要着想。还是那句啊，了知性空啊。不要执着，所有的东西在这儿，但你不要执着。如果我给你解释说，老师你这个东西到底能干啥，是不是外魔来了它能抗衡，我就是你就又找了外魔像，又找了能量的像，又找了佛像，又找了老师像，还找了自己的像，还找了轮回的像，时空的像全在那儿。真正的老师他不给你讲法，我这样绕来绕去讲，不是，只是让你不断的明白，不断的，但这样就会多讲很多事。我要直接告诉你，它是起作用，那你就那你就我就说死了，把这个法说死了。它真不是那样讲的，既不能说它起作用，也不能说它不起作用，是不是？永远就这么绕着说，知道吧？永远说绕着说，你永远就搞不清楚到底起不起作用这个东西，这就叫说法。你没办法，到最后你会明白。它起不起作用，到最后你会明白，那是你一直要修下去的事情。但是光还是要开。